今天比的是100栏，那它跟100公尺比起来，也是让我多了更多的熟悉感，那也会让我有更想要去努力的憧憬，不会说只是一个单纯就是没有那么在乎去在乎成绩，而是我很希望说我可以努力去感受我的身体，去把我的想法和身体肌肉结为一体，去做出一个最完美的表演。其实我在跑的时候，我不会一直去在意旁边的人，我会一直去在意自己的肌肉状态、肌肉协调，那些动作要让怎么让我继续更努力的去往前冲。我也觉得我很幸运，一直支持我的人们，他们不会一直说希望我拿到第一名，一直希望给我很大的压力，他们会跟我说我是最棒的，我只要全力以赴去努力完成比赛就好了。但是这样子他们，因为他们非常的温柔，所以我也很希望我可以拿到好成绩去回馈他们，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做到了。我们看一下脚盘。